各位，我干不动了，不想玩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还记得我前几天玩的这个餐厅经营游戏 Normal in Matland 吗？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进度。到录视频为止，我已经开了第五家店了。因为是零撸，所以对这个游戏能打进的期望不高，也就闲着的时间慢慢玩。于是我到现在都还没能提成一次 candy。以我个人来说 ，PC 版从意面馆开始，要制作的料理种类变多了，客人也多了，满星过关的难度也就增加了。为了满星过关 ，candy 就会不断复投进去升级厨房配置，而为了得到更多的 candy， 就需要不断过关开新店。这些还不够，还需要记住客人点的什么菜，料理种类变多就会变得眼花缭乱，手和脑子跟不上啊。大师关就更不用说了，还有各种满星通关的任务要求，以至于赚取满星加额外的 candy 就更不容易，所以可能还是得手机玩会更流畅一些，并且想要赚钱就得更干一些。再讲讲提币吧，现在游戏内至少需要有200个 candy 才能提出，真的很难攒啊。根据官方七月更新的白皮书， candy 提取还需要 5% 的手续费，不过还好官方的 DC 和推特经常有活动，前几周我就在推特中了100 candy， 这才对我的游戏进度有所推进。现在游戏里还有巨型蛋糕活动，每天有不限次数的转牌机会，一次一个 candy， 有机会抽走奖池里的所有 candy。 当然啦，像我这么飞的肯定不会中大奖啦，老老实实过关就好了。总的来说，这个游戏想要零撸就得花时间去玩，关注官方的推特和 DC 的活动，积极参与。不想要这么干的话，可以去购买 NFT 道具，近期到月底圣诞特卖，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瞅瞅。那我们下期视频见咯。